接收到第一指令人指令，启动。做我的儿子，林墨白。启动完成。好的。墨白，你现在能站起来吗？等一下，墨白。墨白，这是妈妈。哥，哥，我是小七，你还记得我吧？你好，小七，我是墨白。以这一段演讲的语言风格作为基准，进行声音模仿调整。医术乃医者之本，医德是大医之魂。在医大这几年，学会的最重要的一点，便是医者，不仅要救人于身体，也要治人于心灵。发音模式完成。墨白，你能再说一遍我是谁吗？爸。记得。